位壯奪冠軍嘅自己。何淑芬唱吃了1000粒3A 點心，生猛得像西貢通記的游水龍蝦。聽說你喜歡從天未亮的午時便開始跑步，長達2小時。Me， 我知道這場演唱會是你放假以來給自己的第一個大功課。對於九門站舞台的你，這一個功課，我認為你做到了。我清楚知道。Thank you.
想愿天天很荡，美好的排队。又開始，我今日1月3日，我希望 Sammy 真係可以俾到一個最大最大嘅聖誕環俾你哋深州島啊！新日開始，有啲咩困難，我哋都超過佢，做得更加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哋都係最強嘅 Survivor， 好哥。Thank you.